哥哥，看你吃的那么香，给我也来100块钱的香辣大鱿鱼。100块钱你能吃得完吗？100块钱还能买几条啊？给我来上100块钱的。买几条？你吃，我给你介绍，到咱们家来买大鱼，哥姐们，你算找对人了。这每包是2条，哥姐们，给你2大条，给你4条。 给你6条，给你8条。哥，我没带那么多钱。妹，你别要说话，听我给你介绍。给你10条。这个作品能不能给我点个爱心？必须给你点个爱心。给我点爱心，哥你们，我来给你送上2条。这满满一大箱，哥你们是12条，还给你包个到家呢。太给力了。